喜欢妈妈哪里吗？我喜欢妈妈的胸部，胸部，胸部。母亲节就是一种要送我的妈咪礼物。那你有准备什么礼物给妈咪吗？现在又不是母亲节。现在又不是母亲节。我觉得你已经会很几岁了。很几岁哦？对啊。那有三吗？有啊。好像可以。可以。可以。全可以。我四岁。那你今天是来骑脚踏车吗？对啊。因为今天放假，安全帽很帅耶。对啊。不喜欢帅吗？我喜欢帅啊。那你在学校有女朋友吗？有啊。有几个？大概20个。20个。你喜欢妈妈哪里吗？我喜欢妈妈的胸部，胸部，胸部，超暖的。讲故事，爸爸也会讲。那你们比较喜欢听谁讲？讲给你，讲给你，爸爸吧。那妈妈会带你出来玩吗？常常，但是去公园，没有出去玩。那你最喜欢跟妈妈玩什么？玩玩具。我老家有一堆玩具哦，很多，超级多，超级多。而且妈妈告诉我事情，因为妈妈说我事就可以跟我玩。那妈妈在做什么事？妈妈一直忙。很忙啊，超级忙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去学校，妈妈也在家里忙啊，因为妈妈明有很多事要做，像洗衣服、扫地吗？阿妈扫，阿妈把衣服丢进去那个洗衣机，然后就开始洗了。阿妈折衣服，也是阿妈折衣服哦。阿妈也披衫。玩轨道，你喜欢汽车是不是？嗯，车车跟乐高都是妈妈买给你的吗？有些是妈妈给我零用钱，我自己买的。一个月以前300块，现在变成200块，现在变成150块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妈妈骗傻。我可能里面装2台车子，这样买不给你，再是消防车，消防车可以收到这么高的梯。你以后开兰博基尼吗？布加迪，布加迪，布加迪。就是会帮我们煮饭，可是我觉得我阿嬷说妈妈还有我爸爸都没有在做事情，都感觉没有在做事情，都不照顾小孩。我已经4岁，我在读小象班的幼稚园，我是小班，但是我有一点点大。我喜欢妈妈肚子的里面 baby， 我以前是妹妹。那你现在变姐姐了？对呀，我长大。妈妈的漂亮的东西都是那个包包，还有手链、头发，因为妈妈每天都会帮我一起绑一样的。我今天没有跟妈妈绑一样。那你觉得你比较漂亮，还是妈妈比较漂亮？我。那你知道母亲节是什么吗？就是要。母亲节是过是母亲节就是一种要送我的妈咪礼物。那你有准备什么礼物给妈咪吗？现在又不是母亲节，现在又不是母亲节。唱母亲节的歌。母亲节，我知道就是母亲节的歌要唱给妈妈跟爸爸听，唱两句给姐姐听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坏事情。过年要吃汤圆，那母亲节要吃什么？母亲节要吃年糕，因为拜拜。想我有想送礼物。彩色礼物，你要买给他吗？对，你有钱哦。我还没啊，但我长大才会有钱。花，玫瑰花，你自己做的吗？我没有做过，我有钱。母亲节就是送妈妈卡片呐、啊。我在学校也做了一个卡片，是现在是他有班，以前我是幼幼班。有吃蛋糕吗？母亲节没有。生日才要，我快要5岁了，4岁长大就变5岁啦。
那你要不要唱给姐姐听？母亲节快乐！我会自己做手环给妈妈。我不会，我还要帮妈妈做一个相框，就是可以把一个小的照片给这样贴上去，这样让妈妈放松。因为母亲节到了，要让妈妈放松。妈妈平常做很多事。我阿嬷说，妈妈还有我爸爸都没有在做事情，就是按摩。我们要做就是做一些妈妈平常该做的事，像我们可以自己洗澡这样。妈唱了，好。家小的飞机飞过青草地，温暖的目光，笑容多甜蜜，再说话儿把它送给你。高高的屋檐下，你能在哪里？拥挤的人群，奔跑的司机，你在哪里？我爱你，但是妈妈还没告诉我。祝妈妈母亲节快乐！祝妈妈母亲节快乐！我爱你，我亲亲你。